집에 차례인데 아. 爹手是安怎啊？这小个去做地来，我无应该无帮清楚就拍你，真生就生气的。伊回去的时阵，伊发这大的脾气。我甲伊结婚这么久，伊从来唔捌这么歹过，伊甲物件拢写歹啊。 我俩最也怕我，你敢知影？我手互玻璃刮着伤，伊拢无要睬我，我头就走啊。一飞，我是实心实意要来跟你回事嘞。我咧想，我可能是卡着歹物啊。 我唔只会搞回你甲俊生，我拜托你，拜托你原谅我，别搞计较啊！你怀疑过我一遍，就会有第二遍、第三遍。是的哦，我的时间哦，是用来画图，用来创作，唔是用来管理阿公阿婆的代志。一菲。 我甲俊生拢是再婚，阮两个人过去有一段足无好的婚姻，所以我足无安全感的，这真无简单才得到的幸福，我才惊我会失去。我只是纯纯的画画老师，我甲你嘛是真单纯的朋友关系。 你若是认为你帮我开一个画展，我就欠你真大的温情，你就会当凊彩误会我。那呢，我看哦，咱这个朋友哦，慢慢走啊。一飞，啊，啊，啊！你的手是有要紧无？刚才我带你去病院看医生。我不要紧啊，我拜托你原谅我。 一飞，我敢若像你这个朋友啊！你若是无原谅我，我就啥物拢无啊！我甲晨晨拢足需要你的，那么安尼啦，我带晨晨来拜托你好不好？你若是无辜的。 莫甲伊牵连入来。我了解你的委屈，我之前就甲你讲过啊。高先生这种事业有成的查甫人，本来就有真侪人想要主动接近伊。啊，不过吼，我唔是迄种人啦。我真注重我家己的名声，我是无可能去做迄种会互人配嘴烂的小三。若唔是看你会当。 替我卖刀，趁一个份上。你安尼等阮世界甲我骂，我早该请病。一飞，我若是亲像你这么有才情就好啊！我特别是感觉，惊我家己的红色会去互人抢去啊！歹势。 我唔是讲过啊，查某人就是爱经济独立，才袂互恁翁看你无。你哦，就是伤过无安全感，才会看一个野生一个囝。所以你的意思是，你愿意原谅我？嗯，我就知影哦。 你是一个大咧投资的好闺蜜，我原本想讲哦，要送你一个名牌包，甲你回信嘞。啊，不过俊生讲安尼做，太过俗气啊，所以我就自掏腰包哦，买你的刀送给客户。多谢你。 子晴。
你要罗老师来讲一下。我甲罗老师回信了啊，是要甲罗老师这个人大人有大量，伊知影我因为伤过爱啉才安尼，所以无要甲我生气啊。罗老师，真实的，互你看笑话啊。高先生，其实这件代志严格讲起来，应该爱检讨的人是你。我。 安怎讲？你若真正有够爱恁太太，有够关心伊，伊就袂遐尼无安全感啊！罗老师，是我唔对，你莫怪俊生。俊生，你坐落来，甲罗老师开讲来。哎呀，我的手！你哦，就是这么不晓爱惜家己的，处处爱人安尼一直看你，安尼才会。俊生，你袂够对我使性地啊吼！罗老师对这么有讲啊，这代志我有唔对啊。你嘛知我的个性嘛是真固执的，这代志这个一帮人破坏，我真的是无法度接受的。 是的啊，还是受伤啊？俊生，那你得保证，你以后袂阁安尼甲我歹。我会啦，我知影。看恁好好，我着放心啊。无安尼啦，我请大家食饭。罗老师，你会当邀请恁男朋友啊？ 大家哦，从这联络啊感情，你感觉好不？那何律师人遐尼无一样，不是讲想要约的，当约的啊。而且搁再讲这代志，罗老师才是苦主，咱约罗老师这个人才不对的呀。那是敢那请罗老师，安尼哦，安尼心意无够，我今仔何律师的认为，咱翁仔某是要做伙去赴罗老师。 到时阵，甲咱告是要安怎？贝拉，我有甲伊解释过啊，也当了解啊。其实我甲何律师哦，足久进前就熟识啊，想袂到遮尔有缘，伊竟然是你的男朋友诶。邀请你来，咱大家哦，足久无见面啊，好好开讲一下啊。想做你第一直坚持要请何律师啊？ 阿囝啊，我本来吼就拍算找一个机会正式介绍伊，互恁熟识。阿囝安尼哦，我敲电话甲伊讲一声，好伊哦，先甲时间留来。 你明知我对何胜杰无好感，为什么要约伊？我总是爱知影何律师跟逸飞刚真正是男女朋友，还是临时演戏来骗人的啊？